宜兰壮围有一家早餐店，它的饭团很特别，把控肉都包进去了。早餐店的老板以前是船长，因为跑的是远洋渔船，常年在外必须自己下厨，也练出了一身的好手艺。后来渔获渐渐变少了，船长干脆回到家乡和太太一起卖早点，还研发出用料丰富、超大分量的控肉饭团。结果一推出，开卡车的问奖们、附近军营的士兵们都成了忠实铁粉，还把许多饕客吸引到这个偏远乡镇来尝鲜。感觉就很古早味的早餐店，朋友网路上找的，好像评价不错，然后很传统吧。它品牌好像跟外面不一样。对啊，因为它有加那个卤肉啊，卤肉汁啊。因为一般外面都没有人这样用啊，比较好吃啊。要吃饭团，然后它的饭团很猛。对啊，点了一颗，刚才吃的觉得真的跟别人的不一样，然后 CP 值蛮高的。大把的咸菜压轴，肉松铺底，绵细的卤矿肉一丝一层，再点上华丽奔放的蛋汁。当这个年代的美食爱好者都说它销魂，那么从前早餐花样不多时，它又是何等的勾人？他在吃米糕碗吗？较早较好啦，较早只迄个。雪水无通的时阵啊，所有的人拢在遮过。蜜瓜多啦，花莲拢在遮过。嘿，啊，上班迄阵啊，起厝的嘛真济。李慧英话一说完，在场的人大概都开始茫然。毕竟我们所见的是平日上午六点就门庭若市、挤满了人的早餐店。若要说现在的生意大不如前，那过去的繁盛岂不像天天过年？伊来就台生来就讲过年饭团，啊，我在这做饼啊。哎呀，从便利来嘛，讲过年饭团，我在这做饼啊。听讲伊移动就来讲加大，会有饭团加大，加起来做榴莲嘛呢。其实阿兵哥们推崇的过年饭团主要是来自宜兰壮围过岭这个地名，时间久了讲究谐音，于是也就从过岭饭团喊成过年饭团了。早期附近一带除了军营，门前是要道，迎来卡车货车司机，更有成衣工厂准时上下班的妇女。何永波要用一种米收服百样人，想来是要有好几把刷子才行。套衫啊，那个敲敲脚啊呢。炊蒸的糯米饭滴了点油，所以起锅后才喷香亮泽。我油干不干啊？嗯，我嘛不要讲。用什么油？普通的油呢？普通的油。对啦，对啦。家己扛啊，爱偌济咱家己扛啊，无比例也就对啦。至于饭团内的灵魂，矿肉用的就是先煮后卤、翻腾至少六个钟头的后腿和猪颈肉。当然，下锅前酒可要越烈越好。一点不切咯，遐较歹的肉袂解扣的。哦，太，因为人都。遐呢，咱无看袂放心的，啊，所以讲咱家己切咯。要无人啊，一点块切就真紧啊。说起话，炖起肉来总是和和气气、随性又慢条斯理的。不过老人家在料理上倒是很坚持，包括酱卤前、熟煮后，水与肉也都要沥得十足透彻。要拿这其实是变渣男的，要不要拿的人都爱拿得真济。能够参透这些要领，也许跟厨房阅历厚实了多少还是有关联。只不过二十多年前，他跑的是远洋渔船，又是船长，何须亲自下厨？以前是人旁边客话吃，啊，今晚我爱旁边吃，是太不讲啊！呀，危机啊，找小姐出来开讲啊，小姐拢会唱歌给咱听。
咱台湾的啦，啊，你做这道无人唱吗？无啊，这无人会唱啊，家己唱啊，家己唱啊，家己唱啊。有的时候回味起那些乘风破浪的当年勇滋味还是很迷人的。何永婆说，如果不是渔获一年不如一年了，他或许还恋战海上生活呢。如果啊掠到尾啊，五点啊起一盖网啊，都那掠那细胞，这个鱼啊那细胞啊，这是讲啊起来做沙店嘛，阮太太伫做了，就起来起来甲斗做。伊起来做生意较好，伊会晓煮啊，伊做工课真点阵啊，伊较古毛啦，大家拢爱做安尼好好安尼个，人客也歹等就煞啦，啊，咱物件袂使讲软，惊伊歹等凊彩做做袂使。半路参加阿哥讲出意见，你好啦。阿好，你出钱，那就一炮而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阿都直接猛做哦。哎呀阿兵哥的话呢，心切心切的。啊，来这吃拢少年啊，哎呀，都在讲啊，啊你去吼，来个咱们三路安尼吼，比较较好。都说对生意人而言，客人的意见往往是成就的前身。天生就有几分做菜天赋的何永坡，除了听多，试的也够多。当然，明辨什么得改，什么又要坚持不变的智慧也很珍贵。好比卤到软烂滑丝的矿肉，猪肉你安尼凊彩个肉提袂煮个，我唔得拢切十四块啊，十四块啊，对无？啊无猪肉哪有遐细块？啊，我的猪肉安尼哦，是拢规块啦，要甲卤甲尾啊，拢无规块。一个上午切肉去筋膜，卤肉又煮豆浆。老人家的汗衫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入暑下的辛苦不言而喻了吧。但表弟营业的日子还是全年无休，唯有前阵子夫妻俩的身体都抗议了，一个动起白内障手术，一个修护腰骨，这才不情不愿的休了两周。一个椎间盘突出啊，无迄个说会疼。啊，像那都爱做这忝，啊伊。都做了，惯是无做真艰苦，毋是爱做，无做啊！迄只去勒索迄查工人偌艰苦嘞，毋是讲我呾为着要趁钱，就是无出来遮做安尼哦，有人安尼对你起笑。有啊，我无做会死哦。我无做会死哦。无做真艰苦啊！对，安尼，安尼是要做到几岁才会使？做到拢袂叮当。还好，多亏有两老钟爱生活、乐于繁忙的性子，被遗忘的公路旁爬满皱纹的手掌，方才成为一抹抒怀风景。随着老味道走过四季更迭，化作隽永的